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Medis 阿里咩咩设计联盟，我是阿哲。今天我们要玩 Minecraft， 然后我最近身体有点不太舒服，因为反正就是一直拉肚子啊，然后肚子痛了，反正就是有啊，有吃药了啦。然后大家一定会觉得很奇怪，说为什么我肚子痛还那个拍实况，就因为无聊啊，没事做，然后。希望不要那个玩游戏玩到一半就跑厕所了，应该不会啊。然后我们的字就变大了，这样看起来应该会比较舒服吧。我们要玩探险活宝一，老皮你在哪？拜，这不会念了，猪巴萨，随便了。那我们开始吧。听说这个地图蛮小的，就还不错了。然后。和平模式，亮度随意，禁止使用作弊程式。然后对应工具，可破坏对应方块，其他一律不准破坏。没错，我是主巴萨鲁，好快，祝大家玩的愉快。然后剧情，老皮你在哪？然后迷之星，想要找到老皮吗？老皮正在等你哦。然后，主角是阿宝。告诉我要怎样找到老皮，他是我最重要的兄弟。运用你的知识，阿宝，相信自己，你是勇者。所以，这应该不能拿。对啊，上面有东西挡住了，所以我们要……这个话根本就是大失败嘛！呵呵。根本就是知道它里面有东西的。那我拿到一个亮晶西瓜，香晶还是亮晶，随便啦。然后嘞，还是不能打开这个东西啊，怎么办？然后这个东西非常可疑耶，所以我要怎么出去啊？所以有隐藏什么东西吗？除了那个画之外。找到了，拿到一个黄金斧，然后所以就把这个砍掉吧，砍，就砍下去爆了，控制杆，所以我们拿到控制杆呢，就要放到这个奇怪的地方嘛，然后就开，耶，老皮我来了，所以泡泡糖公主，好可怕的声音啊，你是阿宝吗？会不会是假的呢？回答我的问题吧，我当然是真的啊。请问老皮是什么颜色？我怎么知道老皮是什么颜色？我不知道，跟这有关吗？西瓜皮，老皮，这个吗？拿到一个没不知道是有什么用的木棍。请问老皮的讨厌配音是？我这更不知道了，我哪知道老皮是谁啊？老皮是一人吗？让我看到这个东西，是拿下，拿到一个西瓜，已经两个了，所以他是谁啊？我不知道。拿到一个鹅卵石，所以应该是对的咯。请问老皮的特征来自于斗牛犬、狐狸犬、老皮嘛？听起来就会很像那种感觉，就像斗牛犬。拿到一个工作台。所以我们要放，所以我们要合成那个啦，棍子和那个鹅卵石。所以开关吗？开关怎么做？随便做嘛。所以是这样，对，控制杆。所以控制杆要放在这个，应该是这个，这根，然后救命！我被冰霸王绑架了，快救救我！不对，这不是老皮，但我不能见死不救。没有东西吗？有吗？没有啊。这个吗？好多房间哦。不是，这种那么多房间一定很可疑耶。想说里面有什么东西？这个。然后又瞄到了，又拿到一个西瓜，
然后救出公主，继续往前寻找老皮。然后打开这个箱子，控制杆，又一个控制杆，是要放在这儿。哎，真的有东西打开了，我们再去找其他房间好了，看有什么东西。耶，那么多房间总觉得很可疑耶。然后是这个呢，看一下，哦，没东西。还有一个房间哦，那就这个。我觉得也没东西耶，对啊，那我找什么啊？真的是浪费时间。那我们回到刚刚的那个地方吧，应该是这里。对，所以，哦，这边有栅栏，关掉。那我们就走吧。这边有很多岩浆，看起来就不怎么妙的感觉。然后空箱子，放这个好了，反正我也不需要。然后先睡个觉吧。那个那么多岩浆，看起来真的很恐怖哎，什么意思啊？是按了这些东西，然后这个会我会掉下去吗？然后他也不给提示，我哪知道按什么啊？随便乱按吗？这些我不懂哎，随便按一个好了。拿到一个什么？不知道。挡住我了，关掉。移动加速，有移动加速吗？可是不要乱移动好了，我怕掉下去。哎，这个是移动减速，移动加速和移动减速。哎，又拿了一个西瓜。这个是什么？恢复哦。可是我不需要。啊，拿一个剑。哎。我拿到了，可是哦，我想按一下其他东西。然后拿到一个西瓜，这是我不管了，随便弄。烧掉一个西瓜了，那管他的，反正我要出去了。耶，感谢您的游玩。没了。若有任何 bug， 请回报。合照 po 上八即可获得 GP。成就角落探索三个，六个，刚有一个被烧掉了算吗？这应该不算，我只拿到这个成就。然后欢迎光临游玩此地图，然后成就我爱老皮，找到老皮并收服。就可以收服他了。那我们就收服他。过来，对，然后。我不要学狗叫，老皮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但你的魔法，老皮别紧张，我会再帮你找回魔法，等着我兄弟下集待续。所以他有下一集哦。好啊，那，所以我们，那我之后再玩下一集好了。然后我觉得这次的实况应该就是在这边了，就在这边告一个段落。然后看我能不能玩下一集啦，所以应该是可以啊，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咯，拜拜。